郭俊安呢日应邀出席慈善活动，仲接受咗唔同嘅健康测试，结果安仔全部都轻松完成。原来全赖幕后功臣老婆欧善儿严格控制饮食啊！其实已经习惯咗好多年啦，我哋大家喺屋企食嘅嘢都好清淡嘅，譬如煮菜又唔落油啦，蒸鱼又唔落豉油啦，已经习惯咗食翻嗰种食物嘅原味啦。好快就到圣诞节啦，安仔会唔会好期待仔女送嘅圣诞礼物呢？又唔会太期待嘅，因为通常都系啲画啊、啲卡啊咁样，都我会每年都收起佢嘅，一路收起去睇下佢哋写嘅字有冇进步啊咁样。欧善儿嘅生日都就到啦，安仔又准备咗咩礼物俾太太啊？我有问过佢今年要啲咩礼物，佢都话未谂到。不过啊唔系，我哋收到一对好名贵嘅手表。是別人家送給我們的，那我就還沒告訴他們。那我可以順便當是生日禮物，不過大家不要說，大家不要說。